大马首相夫人瓦尔兹莎为首相安华奋斗了24年，终于见证丈夫登上首相宝座。星期六12月3号，安华女儿分享父母私下甜蜜互动的视频，只见安华亲手为瓦尔兹莎蛋糕，一家人庆生，笑声不断。身为国家第一夫人，瓦尔兹莎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各界的生日祝福，同时她也树立榜样，促请各界不要送礼物。她的丈夫大马首相安华在面子书上附上宣誓后首场记者会，妻子望着他微笑录制视频的照片，并真挚感恩，如果没有妻子的陪伴，他不可能扛起首相宝座。瓦尔兹莎是安华的妻子，也是一名医生，但因为政治局势变化，她曾经代夫守住政治事业，曾出任妇女部部长，担任大马史上首位女性副首相。